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第七位佛呀的名字叫塔彦佛，第八位佛的名字叫山圣佛，第九位名字叫大悲化佛，第十位佛的名字叫法界化的佛。这十位佛呀出现在世界的时候，第二次悟这个法门，从此后次第呀，从此以后再有次第成佛，复有是佛处，又有十位佛出现于世。第一位佛呀叫光闯佛，第二位佛呢叫智慧佛，第三位佛呀叫心意佛，第四位佛呀叫德主佛，第五位佛呀叫天慧佛，第六位佛叫慧王佛，第七位佛叫圣智佛，第八位佛呢叫光王佛，第九位佛叫勇猛佛，第十位佛呀的名号叫莲华佛。在这个十佛的道场里边，这个第三悟啊这个法门，从这以后啊遇到佛次第，复有啊十佛出现于世。这第一佛呀叫宝焰山佛，第二佛呢叫功德海佛，第三位佛呀叫法光明佛，第四位佛呢叫莲花藏佛，第五位佛呀叫众生眼佛，第六位佛呀就叫香光宝佛，第七位佛叫啊须弥功德佛，第八位佛呀就叫前塔婆王佛，第九位佛叫摩尼藏佛，第十位佛呀叫寂静色佛。从此后的这个次第，复有是佛出现于世。第一位佛叫广大智佛，第二位佛叫宝光明佛，第三位佛叫虚空云佛，第四位佛呀叫殊胜相佛，第五位佛呀叫圆满界清净界的佛，第六位佛呢叫那拉彦佛，第七位佛呀叫须弥德佛，第八位佛呀叫功德轮佛，第九位佛叫无胜闯佛，第十位佛叫大树山佛。那么从这个以后又有次第，复有十佛出，又有十位佛出现于世。这个第一位佛叫梭罗藏佛，第二位佛呀叫世主身佛，第三位佛呀叫高显光佛，第四位佛叫金刚照佛，第五位佛呀叫地威力佛，第六位佛呀叫甚深法佛，第七位佛呀叫法会音佛，第八位佛呀叫须弥闯佛，第九位佛叫圣光明佛，第十位佛呀叫妙宝光佛。从此啊以后又的次第，
又有啊十位佛出现于世。第一位佛就是啊梵光明佛，第二位佛呢就是虚空音佛，第三位佛啊就叫啊法界身佛，第四位佛呀叫光明轮佛，第五位佛呀叫智慧床佛，第六位佛呀叫虚空灯佛，第七位佛呢叫微妙德佛，第八位佛叫遍照光佛，第九位佛呢就是圣福光佛，第十位佛叫大悲云佛。从此以后的次第呢又有十佛出现于世，第一呢就是立光慧佛，第二啊叫普现前佛，第三呢叫高显光佛，第四呢叫光明身佛，第五啊叫法起佛，第六位佛呀叫宝相佛，第七呀叫速机风佛，第八叫勇猛闯佛，咱们第九呢就是妙宝盖佛，第十啊叫照三世啊佛，佛佛呀也出现于世，佛佛道同，佛佛教化的众生它是啊不同，所有的佛的次第又有啊十位佛出现于世。第一位佛就是愿海光佛，第二位佛呀就是金刚身佛，第三位佛呀就是须弥德佛，第四位佛就是念闯王佛，第五位佛就叫功德慧佛，第六位佛就是智慧灯佛，第七位佛叫光明闯佛，第八位佛叫广大智佛，第九位佛叫法界智佛，第十位佛呢叫法海智佛。从此啊以后的次第又有啊十位佛出现于世。第一位佛呀名字叫布施法佛，第二位佛的名字叫功德轮佛，第三位佛的名字叫圣妙云佛，第四位佛的名字叫忍智灯佛，第五位佛的名字啊叫寂静音佛，第六位佛的名字叫寂静闯佛，第七位佛的名字叫世间灯佛，第八位佛的名字叫深大愿佛，第九位佛的名字叫无胜闯佛，第十位佛的名字叫智焰海佛。从此以后的佛的次第又有十佛呀出现于世。那么第一位佛呀叫法自在佛，第二位佛嘛叫无碍智慧佛，第三位佛的名字叫意海的智慧佛，第四位佛的名字叫众妙音佛，第五位佛叫自在思佛，第六位佛叫普现前的佛，第七佛的名字叫随乐身佛，第八位佛的名字叫住圣德佛，第九位佛的名字叫本性佛，第十位佛的名字叫贤德佛。须弥山那么多的微尘数这个大劫，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所有的佛呀是普作世间灯，所有的佛是很多，
它都是啊做世间的明灯，我去曾供养啊，所有的佛我都供养过。佛刹为尘劫呀，佛刹呀也为尘数那么多的大劫，所有佛出现，所有的十方诸佛刹度啊，这佛出现于世，我皆曾供养啊，我每一位佛我都供养过。如此解脱门，因为我供养那么多佛呀，所以我才能证得呀这种的解脱的法门。我于无量劫呀，我在这无量劫以前呢修行得此道啊，我修行呢得的这种法门如饶能修行啊，你要也能修行这个法门呢，不久已当得呀，不久将来呀，你也很快会得到这种解脱的法门。善男子，我为知此菩萨普现一切世间呢调伏众生的解脱法门。假如要是说到诸大菩萨啊，寄具呀、啊、无边的那种横门，生种种的这种了解，现种种的这种功德的身，具种种的这个善根，满种种的大愿，若能证入种种的三昧，能升起种种的神通变化，能种种的观察一切的法门，能证入种种的智慧的法门，得呀种种的法光明。而我呀，云何能知呢？我又怎么能说呢？比功德呀，这一切的横门呢，善男子，去此不远，离这儿啊不是很远，有主夜神，又有一位主夜神呢，名字叫寂静阴海主夜神，做摩尼光床的庄严莲华宝座，有百万恶僧齐呀，那么多主夜神在他前后围绕着他，如意比问呢，你到他那儿去问一问他去，菩萨云何小菩萨横修菩萨道，是善财童子，顶礼其足，扰无数杂，殷勤瞻仰，辞退而去，夜晚去亲近另外一个善知识。那么你就开始吃饭，这就是政治政见了嘛。你吃了饭又不去大小便，这是邪知邪见。那么你就到厕所去，这就政治政见了，而不是祥德的。你这么想啊，说是叫他怎么样去用去，那都是妄想。你要是真正的这种境界，你不需要叫他去工作，他自然就会工作。不是啊，像机器似的，你开了他才会工作，不开他就是一个死物。你正的六根互用啊，这不是说你叫他干什么他会干的，不需要叫他，自己本来就会的。他说四天前有一个警戒，他在打坐的时候，在他右面看到一个热人，一个热光，他想是热光，不是月光，对不起，他放的是一种蓝白色的光，不过比普通的月光大五倍，很大很光的，在他右边。那么他刚要抓住那个月光的时候呢，月光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告诉自己不要执照这个警戒。那么两天之前同样的警戒又在出现，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是有一点执照，他不知道怎么样去不执照，所以他想问问怎么样可以摆脱这个情形。不想他就没有执照了，不注意他们，你这个用功才有警戒，你有了什么警戒，不管他好是不好，你还是继续用功，不要跟着那个警戒跑，不要跟着他跑，
也不要啊迎着他他头去找去，既不跟着跑也不欢迎他来，就还像平时没有那么回事一样，警戒群的功夫又丢了，就好像你种一种地种地呀，你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出来，可一天这个种子出来了，长出来了，长出来你等不得了，你要帮着这个苗啊，帮着它长，你把它从地里头再拔出来，它不但不长了，而且还死了，帮着它长，快长，长高了。不但不长了，而且还死了，还是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用功啊，要用火起来，不要死死板板的，不要一天到晚呢总是头低低的，好像吹头丧气，一点精神也没有了，这样子这叫死水，这死水不成龙，你要活动起来，活泼起来。头一天晚间打禅期我不对你们说吗，每一个人要把头抬起来啊，眼睛呢要睁开，虽然睁开可不是向外去看东西，要回光返照啊，看里边，这个时候你里边看的心也没有了，外边看的身也没有了，再往远了看，一切的万物也没有了，这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还不是说就死了，说都没有那死了，不是的，更活起来，叫活泼天真所以我说要像生龙活虎那样子，你天天被头低低的，正好像愁眉不展似的，不知道啊，你借了人家84000块钱也没法子还总是在那儿愁发愁，这个对修行用功上啊是不相当的你总要打起精神来，振作起来，来和这个生死斗争，那才算了不可以呀就那么好像风一吹也会倒了那个样子尤其在跑香的时候，这个手啊要活动起来，不要把那个手啊吊背手，好像啊被人绑上了似的，不要那样子那么这跑香的时候这个左手要甩起来好像那个甩手功夫似的，右手要摆起来左手甩是右手摆，那么龙行虎步这样子，总有那一种上虎的精神。为什么呢？你和这个生死来斗争，你要不拿出真正的精神来，那怎么能斗得过他？那么这一点呢，希望各位的注意，不要一天到晚头低低的，眼眯眯的那么好像睡不醒觉似的。入法界品第39-1112，二是善财童子于普救众生妙德业神所问菩萨，普现一切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了知信解
自在安住，而则而往寂静阴海夜神所，经理其足，饶恕者于前合掌而作誓言，圣者，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欲依善知识修菩萨僧，入菩萨僧，修菩萨僧，住菩萨僧，唯愿慈爱为我宣说菩萨云何修菩萨僧，云何修菩萨道，是彼夜神告善财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能以善知识修菩萨僧，善男子，我得菩萨念念出生广大，悉庄严解脱门。这是啊，入法界品第39之二至十二。就在呀这个时候，善财童子在这个普救所有的众生妙德这位夜神这块所听见的菩萨普现一切世间，又能调伏所有的一切众生，这种的解脱法门，他能了知信乐自在安住这种法门了。而呢，他又到这个寂静阴海住夜神的这个地方，所以他顶礼其足，也是向右饶啊无数饶，在这个夜神的前边呢合掌而作誓言，这样说了，说圣者呀，说大圣者，我已经在以前呢发这无上乘等乘巧这个心了，我愿意依照善知识所教的小菩萨呀，这个横门入菩萨呀，修行这个横门，也修行菩萨所修行的横门，也住于啊菩萨所住的这种横门，唯愿慈爱呀，唯愿菩萨你呀，大圣者你呀，慈悲哀悯于我，为我选说呀，为我选说呀，怎样才能这个菩萨呀，云何修菩萨行，云何修习菩萨道，啊，使彼夜神呢，这个寂静阴海呀，住夜神，告善财言呢，告诉善财说了，说善男子，善哉善哉呀，善男子，如能依善知识教我求菩萨所修行的横门，善男子，我得到啊这个菩萨念念出生的这种广大喜庄严的解脱门，我修行啊是这个法门。善财童子就说了，说大圣啊，
这种的解脱门，要做什么事业才能得到这种解脱门？修行什么境界才能得到这种解脱门？要升起来什么方便法才能得到这种解脱门？用什么智慧来观察才能证得这种解脱门？夜神言的善男子，我发起清净平等与乐于心，这种欢喜的心，我又发起离开一切世间的尘垢的这种清净坚固庄严不可坏这种的乐于心，我又发起攀援不退转位，不到这个不退转的果位，永不退转心，永远也不退转到这个心，我又发起这种庄严的功德宝山不动的这种心，我又发起这个无住处的心，没有指着住处，我又发起普现一切众生前来救护众生的心，我又发起见一切的佛海无厌足的这种心，我又发起求一切的菩萨清净的愿力的心，我又发起住这个大智慧光明海的心，我又发起令一切的众生超过他的忧恼旷野的心，我又发起令一切众生舍离这个愁忧苦恼的这种心，我又发起令一切的众生舍离不可思想象的这种色声香味触法这种微妙的心，我又发起令一切众生舍离这个爱别离的这种苦，舍离这种怨憎会的这种苦，我又发起使令一切的众生舍离恶缘愚痴的这等等的这种苦的心，我又发起给一切险难的众生来做他们的医护的心，我又发起令一切的众生出生死苦处的这种心，生老病死苦都没有了，我又发起令一切众生舍离生老病死等等的这苦的心，我又发起令一切众生能成就如来无上的法乐的这种心，我又发起令一切众生接受喜乐的心，发誓心，我发这种种的心之后复为说法，又给一切众生说法，令其见知一切智慧之地，所谓料见众生乐着我所住的宫殿回着屋宅的人，我为说法给他说法，令其了达
诸法自性，一切法的自性，离诸执照，离一切的执照，绕见众生，恋招父母兄弟姊妹，我为说法，令其得遇诸佛菩萨清净的众会，得到这个清净的眷属，绕见呢众生，乐招妻子，执招他的妻子，我为说法，令其舍离生死这种爱染，起一种大悲心，在一切的众生对一切的众生平等无二，没有两种的思想，有一种的思想，令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绕见众生住于王宫，才女侍奉，我为说法，令其得遇众生即回入如来教。在前面说，要有人呢执照这个妻子，我就为他说法，令他舍离这个生死的这种爱染。这个爱染，有爱染就是生死，舍离爱染就是了生死了，能起大悲心，生出一种大悲心，悲能娱乐，给一切众生的快乐，与一切众生平等无二，看着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没有亲，没有疏，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一个爱，也没有一个憎，绕见众生，住于王宫，回着看见有这个众生住在王宫里头，才女侍奉，有很多这个美女来侍奉自己，侍奉着他，我为说法呀，我就给他说一种的法门，令其得遇众生机会，令这个众生和这个一切的圣贤呢来聚会到一处，入汝来教，能深入佛所说的教化，绕见众生，燃着警戒，我为说法，令其得入如来境界。假设要有什么众生，他燃着对这个一切的境界他看不破，放不下，就燃到这种境界上，好像我们这个修道遇着一种境界，就贪着这种境界了。其实你修道就是修，有什么境界现前，这只是修的一部分，成就的一部分，这个不需要燃着，不需要教得这个境界是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不需要的。所以这位夜神就为他说，令他得入佛的这种境界，绕见众生多嗔恚者，要见着这个有阵众生脾气很大的，我为说法呀，令诸如来呀
人波罗蜜啊，我就给他说法呀，说这个忍辱的波罗蜜法，令他一切一切都忍受着。好像我们修道啊，这很苦的，嗯，很苦的就要忍受啊，忍冷，忍热，忍饥，忍寒，啊，都要忍，不能说呀，对这个境界我不欢喜的，我就发了脾气了。啊，经典所说的道理，那么听了之后啊，一定要啊会用它，不能啊遇到境界来了就不会用了，不会用经典上的这个法门了。啊，你自己要脾气大的人呢，一定要啊改变你自己的脾气，要修忍辱恨，忍辱波罗蜜，啊，这是啊，一定的。要见众生，其心懈怠，懈怠就是很懒惰的众生。我为说法，令得清净精进波罗蜜。我呀，就给他说法，要啊，不能那么懒惰，懒惰就会堕落。啊，你要啊，修清净，这个精进的法门，不能啊，懒惰。要见众生，假设要见着有众生。其心散烂，他的心呢很散烂的，净打妄想。我为说法，我就给他说法，令得呀如来的禅波罗蜜，叫禅定波罗蜜，叫他修禅定。哎，要见众生入见丛林，到这个邪见的丛林，邪知邪见，无明啊暗障，这个无明啊遮盖着自己。我为说法，令得呀出离丛林黑暗。啊，那么我就给他说法呀，令他出去这个邪见的丛林，啊，出去啊，这种啊无知识的这种黑暗的障碍。要见众生无智慧者，见得这个人很愚痴，没有智慧的。我为说法，令得般若波罗蜜，令他得到大智慧，能到彼岸。要见众生染着三界，他执着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为说法，令出生死，令他们啊了脱生死，超出三界去。要见众生志意下列，他的存心和他的志愿都很下劣的，不高尚，不清高。我为说法，令其啊圆满佛菩提愿。那么我就给他说法，叫他发大菩提心，圆满呢十方诸佛一切的菩萨的菩提的大愿。要见众生住自力恒啊，这个众生啊只知道利自己，不修利他的恒门。我为说法，我给他说法，令其啊发起利一切诸众生的愿，叫他不是单单利益自己，而且要啊
普遍利益一切所有的诸众生，发这个愿，要见那众生智力为要啊，他的志愿也很软弱的，他的力量也很呢薄弱的。我为说法，令得菩萨的力波罗蜜，得到啊智慧的力量，这种的到彼岸的法，照见众生愚痴暗心，这个心里非常的无知识黑暗。我为说法，令得菩萨智慧的波罗蜜，前边呢所说啊，这个都是十度的法门，十度啊，令一切众生修这个十度的法门啊，令得菩萨的智慧波罗蜜，要见众生色相不具啊，相貌不圆满。我为说法，令得如来清净色身，令他得到啊佛的这种清净色的身。绕见众生形容丑陋，我为说法，令得无上清净法身。见着众生啊形容非常丑陋的，我就给他说法，令他怎么样修行才能得到无上的这种清净法身啊，32相80种随心好。要见众生色相粗恶，前面那是丑陋啊，这个粗恶啊，粗就是啊最难看的，恶呀，你一见着他就害怕了。我为说法呀，令得如来微妙色身，令得到佛这种啊微妙不可思议的这种色身。要见众生行多忧恼，我为说法，令得如来毕竟安乐。让我看见有众生情途忧恼，你看众生啊为什么有忧恼呢？就因为情多了，情意多了，这个感情就丰富，听感情用事，所以啊就很多的忧愁，所谓多愁善感这个样子，什么事情啊也要忧愁一下，不应该愁的也要愁一愁。所以啊我就给他说法，令得他如来的毕竟的安乐，得到安乐了，没有啊忧愁，没有忧恼了。绕见众生贫穷所苦，是贫穷啊所困苦，受这种贫穷的困苦。我为说法，令得菩萨功德宝藏，令他得到菩萨这个无量功德的这个大宝藏。要见众生啊住持园林，在园林里他住着。我为说法，令彼呀勤求佛法因缘，我就给他说法，住持园林呢，这就是老修行，老修行在那儿啊，是贪这个寂静，也不懂佛法，
那么我就给他说这个法，令他勤修啊佛法的因缘啊，要有众生啊行于道路，我为说法令其趋向一切智道。要有啊这个众生他在道路上行走的，我就给他说法，令他呀趋向一切的智慧之道。绕见众生啊在聚落中，在这个乡村里头，聚落里边，我为说法令出三界，我给他说啊就要出离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种的不自由。要见众生啊住止人间，在人间住着，我为说法令其啊超越二乘之道，住如来地啊，我给他说法叫他超越这个声闻缘觉这二乘的道啊，能啊到这个如来的地啊地位上。要见众生居住啊成果，在这成果里头住着，我为说法呀令其得住法王城中，住在啊这个佛的这个城里边。要见众生住于四隅，就是四个角落，我为说法令得三世啊平等的智慧，令他得到了三世的平等平等这种智慧。要见众生住于啊诸方，住于十方一切处，我为说法呀令得智慧，见一切的法动了啊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的佛法。要见众生贪横多者，贪欲啊，这个贪横啊是很多，就是贪财呀、贪财呀、贪名啊、贪利呀，这叫贪横多者。我为彼说呀，一不净观门。多贪众生呢就不净观，贪欲啊，这个贪恨啊是很多，就是贪财呀、贪财呀、贪名啊、贪利呀，这个贪恨多着。我为彼说呀，一不净观门。多贪众生要修不净观，多贪呢就是多贪贪欲，这个贪欲啊多就修不净观，修这个身体呀、啊、九孔长流不净，没有啊什么可爱的地方，要修不净观门，令其舍离生死爱然，没有这种爱然的思想了。要见众生啊嗔恨多着啊，欢喜发脾气。我为彼说大慈观门啊，那么多贪众生就修不净观，多嗔的众生就要修慈悲观，令其得入勤加修习呀、啊，啊，要勤加修习这个慈悲观。要见众生痴恨多者，贪嗔痴这个痴恨多者，我为说法令可明智，观诸法海，观一切诸法的本源。
要见众生等分横者啊，又有贪又有嗔又有痴，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等分都有。我为说法令其得入啊诸乘愿海，叫他得入一切的小乘大乘啊，声闻缘觉乘啊，佛乘啊，这个愿海。要见众生乐生死乐啊，欢喜生死。我为说法令其厌离啊，一切的生死。中道啊，并不是没有有也没有空，也有也空，不过你不要落于有，不落于空，就是你不要只招空，也不要只招有，这就是中道。你不要只招，这并不是说没有，不落于空是你偏于空的，不落于有是你偏于有的，那不空不有，这是中道，这是不只招。要再找个中道，那个中道你要是执着了，也就又不是中道，就是没有执着。那样一件事，咱们这个华盛顿街现在没有什么人住，在往年呢也没有这么多的用这么多 gas 的那 gas，现在每一个月200多块钱 gas 钱。电话我们那儿也没有什么人在那儿住啊，每一个月电话100多块钱，这是啊很奇怪的。咱们以前呢在那儿住的人多，也就是30-40块钱也够了，咱们现在没有人在那儿住，反而这么多的电话钱，这么多的 gas 钱。我的意思啊，我不是一个独裁者，想你们大家想一想，咱们好不好把这个华盛顿街那电话隔了它，把这个 gas 呢怎么样想法子不用那么多，因为我们那儿现在住只住2个人，每个月用这么多 gas 和电呢，这是很不合理的。咱们万佛城这儿也这个电和 gas 差不多要1个月2000多块钱，咱们这个我们人在这儿住的多，并且小小什么都用，这由他去了。咱们电话呢，以前的电话这是最多20-30块钱，现在电话也常常超过100多块钱，这是啊怎么样搞的啊。你们在这会儿没有什么事也不重要，不需要就打一个长途电话跑到三藩市去啊，要有重要事可以，没有重要事打了个电话一讲就讲30多分钟，用了很多钱。我们修道的人呢，处处要啊回光返照，不要浪费呀、道场里头的钱太多了。那么有的时候有重要的事情可以，没有重要的事情竟打这个长途电话，这有什么用啊？在电话上谈这个家常竟谈没有意义的话啊。我们金山寺也是，金山寺以前也没有用过这么多电话，现在每个月电话都是这么多啊，也是很多钱。这都应该呀，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呀回光返照，怎么搞得用这么多钱
咱们现在并不是说这个钱就多得不得了了，没有地方用啊，就随便浪费。所以这一点呢，咱们各位研究研究。咱们我想那个华盛顿那个电话呀，没有什么必要保留的。把它隔去了，也是好一点。你们各位想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对这个？这是我的提议，我不做决定。如果你们说还留着，不怕用钱多，因为这个钱不是自己的，那么你们就留着它。要觉得咱们道场里应该节省这个释放的钱，咱们就不应该这么样浪费。肉见众生厌生死苦，因为如来所化度者，我为说法，令能方便示现受生。那这位夜神说呀，假设我要见着众生，他厌生死苦，他对生死的这种苦恼啊，觉得厌烦了，因为如来所化度者，因这一类的机缘，这一类的众生，应该呀为佛所教化的这一类的众生，我为说法呀，令能方便示现受生，令他呀能对于生死啊都得到种种的方便，虽然在生死里头而啊不被这个生死的这种业缘所缠缚，他虽然受生也是很自在的。要见众生爱照五蕴，我为说法令其得住无疑境界。要遇到有的众生，他有一种情爱呀，执着，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色法。那么，我为说法呀，令其得住啊，无所依赖的，无所依靠的。这无所执着的这种境界，要见众生悉心下列，我为显示圣庄严道。假设要见着啊众生悉心呢很卑下的，很呢漏劣的，我就为啊显示啊来啊显现指示他圣庄严的这种的道，绕见众生啊心生骄慢，心里啊生出一种骄慢的心，我为其所平等的法忍啊，我为他说平等这种法，要修这种忍。绕见众生啊其心残取，这个心里啊委屈婉转的不直，心里啊不坦白，我为其说菩萨之心，我为啊说这个菩萨之心是道场，要修这个直言直行啊，不要啊就有一些个遮盖隐瞒。善男子
我以此等啊无量的法师，无量这么多的法师，摄诸众生啊，摄受所有的一切众生，种种的方便教化调伏一切的众生，令离恶道，令所有的众生啊都远离恶道的苦，受人天的快乐，脱三界的这种束缚，助一切的智啊智慧的大成。我时啊变得，我在这个时候变得广大欢喜法光明海，得到啊广大欢喜的这种的法喜充满，光明的这种啊慈悲喜舍的大海，其心异畅啊，在这时候心里非常高兴的安稳十月，也很安稳的很快乐的很呢舒服自在的。如是善男子，你明白了没有？我在呀、给你重复的把前边这个道理说他一遍啊。我常观察一切菩萨道场众会，这夜神说呀，我常常是观察一切菩萨所有的道场众会，修种种的怨恨。我修行啊，菩萨所修的种种不可说的那么多的怨，和他所修行的恨，我又视现了种种的清净的妙色身，又现出来有种种的这种的光啊，又放出种种的光明，用种种的方便法门啊，正入啊这一切智慧之门，又入种种的三昧，在三昧里边现出种种的神变，又啊演说出来种种的音声的法，又啊具足种种的庄严的身，也正如啊种种的如来这种妙法门，又往诣啊种种的诸佛的果度，这种果度海，又见种种的这个诸佛的这果度的海，又得到种种的这个无碍的辩才海，又照种种的这种解脱的境界，又得到种种的这个智慧光明的大海，正入啊种种的这个正定正受海，这游戏种种啊诸解脱门啊，以种种的门来驱入啊一切的智慧之道，有种种的庄严虚空法界，以种种的庄严云遍覆啊尽虚空遍法界，又啊观察种种的道场众会，即种种的世界来入种种的佛刹海，
网易啊，种种的方海，受种种的如来的赐命，从种种啊如来的道场里边，与种种的菩萨聚，和所有的菩萨在一起，与啊种种的庄严呢、啊、的宝云，入这个佛的种种方便，观如来种种的甚深微妙的法海，正入种种的智慧啊的法海，做种种庄严的宝座善男子，我观察呀此道场众会，知道啊一切诸佛的神力无量无边，所以生大欢喜。善男子，我呀观这个毗卢遮那如来呀遍满一切处，这位佛呀念念出现不可思议的这个清净色身，既见是已，生大欢喜。又观呢如来于念念中啊放大光明，充满呢这个尽虚空遍法界，既见是已。我见了这个境界之后也是生大欢喜。如来一毛孔念念出现无出现无量佛刹，如意尘数光明海。这夜神说呀，寂静阴海夜神说，说我又见了佛每一个毛孔里边，在每一念都出现了无量那么多的佛刹，微尘数的那么多的光明海，以光明以无量诸佛的刹度，微尘数那么多的光明，作为啊这个光明的眷属，在每一个光明啊都是啊周遍一切的虚空法界，消灭啊一切的所有的众生的这种无明苦，既见是已。我看见这种的境界之后啊，所以心里也生大欢喜。又善男子，我观如来顶起两眉啊，我时时啊见如来这个无间顶相和这个两眉的中间啊，念念出现一切的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宝焰光明云，犹如宝山一样，宝焰山一样，充满了十方一切的虚空法界，既见是已，也是生大欢喜。又善男子，佛观如来呀、啊、一毛孔的里边，于念念中啊出生一切的佛刹那么多的微尘数啊，香光明云充满十方啊一切的佛刹，其见是已，所以也生大欢喜。又善男子，佛观如来，我看见佛呀一相，每一个相啊念念出现一切的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诸相的庄严，如来的神云，见往十方一切的世界啊，我既见是已，也生大欢喜。又善男子，我观如来呀、啊、一一的毛孔
于念念之中啊，除不可说佛刹为陈述那么多的变化的宝云。事先呢，如来从最初啊发菩提心的时候，修行呢 到彼岸这种的法，具足啊这个福智庄严这种道啊，乃至于正德啊这个菩萨地，即见是已也生大欢喜。又善男子，我观如来呀、在一毛孔念念呢之中的出现呢，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诸佛的刹度啊，为陈述的那么多的天王这种身的宝云，即天王自在神变和自在天王啊，这个一种自在神变充遍一切十方的所有的法界，心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啊，都是以这个自在天王身而得到度脱的。即现其前，就现在他前面而为说法，即见是已也生大欢喜。入天王身云啊，其龙王、夜叉王、千塔婆王、恶修罗王、迦楼罗王、紧那罗王、摩诃罗切王、人王、梵王身云啊，莫不结于以毛孔啊入世出现，就是这么出现入世说法，像这样给一切众生说法。我见是已，我见是这个是之后，这种境界之后，于念念之中啊，生大欢喜的，生大欢喜的，生大信乐，生大这个信心，量于法界呀，萨婆惹等于法界这一切智慧的一样的，其所未得，而今呢实得，在以前呢没有得到的，现在才得到了。其所未证呢，而今呢始证，现在也经证得了。其所未入，而今始入，现在已经能悟入了。其所未满，而今是满的。以前是修行的时候呢，没圆满这种的横门呢，现在也圆满了。其所未见，而今始见了，而今才见着这种的境界了。其所未闻，而今始闻，何以故？以能了知法界相故，知一切法为一相故，能平等入三世道故，能说一切无边法故，在往昔没有听过的，现在啊才刚刚听见。何以故呢？是什么缘故呢？以能了知法界相故，因为啊能明了这个虚空法界这种的相，又能知道一切法呀为一个寂静的相，没有啊另外一个相，又能啊平等入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的这种法门，又能说呀一切的无边的佛法。善男子，我若此菩萨念念出广大喜庄严的
这种解脱光明海呀、啊、这种的法门。也有善男子思解脱无边，是普入一切法界门。这种解脱呀，是无尽等法一切的智慧呀的本心啊，智慧之藏。这个解脱门呢，是无际入无际判，没有边际，没有一个压判，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所有的众生啊心想都在这个解脱里边。此解脱门呢，甚深，就能寂静啊，又有智慧啊，所知道的这一切的境界。这解脱门是广大周遍一切的如来的境界。这等解脱门呢，是没有破坏菩萨的智慧之眼啊所能了解的。此解脱门呢，是无底尽于法界之原底啊，没有一个穷尽的时候。中解脱门就是普门，在一世里边能普见一切的诸神遍世啊，一也就是无量，无量又还归于一。此解脱门呢，是终不可取，舍不得，取不得。一切法身等无二故，为什么呢？这就是啊，一切诸佛的法身啊一样的。此解脱者，这个解脱门，终无有生，以能了之，入还法故。这种解脱门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终无有生，因为呀、啊，他能了知一切诸法都是入幻入化的。这种解脱门犹如影像一样，一切的知和这个愿的光明所生出来的。这种解脱门呢，犹如变化，没有实体的，化生菩萨诸圣空故啊。菩萨修这种解脱门，也能生出来一切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妙横。这种解脱门啊，犹如大地一样的，为一切众生啊所依处的。这种解脱门也好像啊大水一样的，能以啊大悲这个法水任宰一切的众生的根性。这种解脱门也好像大火能干解所有众生的贪爱水啊，这种欲念的水都能给干了它。你要修这种解脱门
的这个欲念也就会断了。这种解脱门犹如大风一样的，能令啊所有的众生很快呀就趋向到一切的智慧之道。